欢迎加入 Foodpanda。 这段影片将会说明如何开始使用高载接单装置。首先从装置设定开始，将打印纸放入纸盒入面，然后冚好，接上充电线，长按装置左侧的开关掣3秒以开启装置。主画面出现后，点选 Settings， 装置已装有一张 4G 数据卡，请将 WiFi 关闭。开启蓝牙，并确定装置已连接打印机。依家你可以依照以下的步骤将餐厅上架。在主画面点选 GoDroid， 系统会问你是否同意 GoDroid 存取你的装置，请你在这两行均点选同意，选择你的地区和首选语言，并点选开始。你将会收到一张测试订单，系统会引导你操作装置。首先，你会学到如何接受订单。然后如何拒绝订单？最后如何更新餐厅状态？完成教学之后，就可以将餐厅上架。你的餐厅会即时在 Foodpanda 上正式启动了。